生敢若只有一摆，舞台顶有爸爸看的人生。我还想发表更多用台语演的剧。用台湾话说，敢无敢？这当然不一样啊！失去语言就等于失去文化、啊。播戏的时阵，我嘛袂记得家己是女演。我的人生，我家己决定啦。周六晚间9点，公视频道《紫色大道城》。